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做一款日系清透美甲。首先呢，我用到的是十色的这个新品啊，然后用到的是脏脏灰套系里边的03号，做了一个渐变，做了2遍。做好以后呢，咱们上了一个加固，擦掉了浮胶，然后用圆头光疗笔或方头光疗笔蘸了底胶或者加固，给它做出这个渐变。做好以后不用照灯，然后咱们再画出第二根线条，再给它继续做一个啊，像这种的话呢，这个浮胶加固的浮胶可擦可不擦啊。然后咱们做好以后搭配一点铂金膏，然后呢这个套系啊10个颜色送色板，给你们做限时秒杀的啊，原价88块钱一套，现在69.9块全国包邮。然后呢咱无名指涂了一个它的09号，薄薄的涂一遍啊，免洗啫喱粘钻胶画出纹路，照灯30秒，蹭了这个魔晶粉，然后再包裹一下，再用铂金膏辅助几个其他的线条，然后照灯。食指的话呢，还是中指啊，做的渐变，做2遍，用到的是扫扫笔，这个笔在做活动啊，一套99.9块，还送你们一瓶30毫升的洗笔啫喱，带盖子的，用铂金膏给它对角做出了一个渐变，然后食指呢随便的啊涂了一个3号，让它有空缺，然后搭配了贝壳片，给贝壳片勾一下纹路，然后呢给它上加固胶，中间厚，两边薄。中指的话呢，用到的还是09号，薄薄的涂一层，然后做了一个晕染，用到的是03号，然后以拍打的方式蘸的，可以蘸底胶，也可以蘸加固，把笔放平，然后让两个点连接在一起，照灯，然后上加固，然后再取出咱们的极致白甲油胶，给它还是轻拍，这时候还是可以用底胶或者加固做辅助，然后笔上的胶太多的话呢，咱们要给它清掉，给它做出这种。做好以后呢，照灯，然后咱们让上加固包裹一下，最后全部封层就完成了。我是右下爱美甲，超过爱男人，双击关注哦。